客厅有惊喜，来吧，干嘛？来，坐。啊？啊？哦，听他这个话，看这个浩明哥安排的呀？安排的。客厅有惊喜，你安排的。好的，来吧。我就开始公布一下我们的这个惊喜吧。啊？啊？果然是浩明公布啊。来啊 ，Wait a moment. OK， 请转身。啊，请转身啊。云森了，What？ 来，我们往后一点，别吓人了。这里吗？真的是有惊喜，真假？后一点，对。哎，这房子是能开是怎么着？窗户突然能够打开，哇塞，有东西冲出来，哇塞，那就高级了。听着，不是有轰隆隆的那种大声响，你知道吗？有听到。什么意思？所以浩明，什么是天使任务呢？跟你说，今天我来，其实我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卧底。我需要在你每个人身上完成一件事情。啊哈。这是虎子在他头上敲两个鸡蛋。来，借用一下。什么？哎，好，这个就是难了，开鸡蛋，开鸡蛋。然后这也太怪了，我的是啥？然后小亮哥，我的是啥？这是无论你说的什么梗，我都要附和你说，这是我今年听过最好的梗。哦耶！难怪他说了好多次啊。这是我今天啊，今年听过最有意思的梗了。你说的梗都是我今年听过最好的梗，真的，真的，亮哥，这个今年我听过最好的梗就在你这儿了。难怪他，我说什么梗他就接，然后还说这个今天通过真的好好梗。我说你怎么遇到的人那么无趣吗？难道今天遇到的？月薪呢？就是我要跟他一段对话当中要完成好多个关键词啊。就你知道我有件事情一直没跟你说，瞒着你，我爱兄弟们，我爱你，对吧？这么敷衍的，我谢谢你啊，真的。所以呢，其实那个故事是我编出来的。Oh my god！ 我就想说，我当时觉得很奇怪，他感觉会很真，对吧？他突然把我拉到一边，他想跟我单独聊一下，他说了《披荆斩棘》里面的故事，他说的是为什么当时不选我们组，当他眼眶都红了，我当时我内心那个内疚啊，那个劲儿上来了，我真的觉得，你看，我可能伤害到他了。各个人都怼，重新怼我，你也怼。没有，这是考验我演技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要说的让你相信。还好我没心没肺，我压根就不在意我伤没伤害到他。那我二公说的怼你，我也没有后悔。对，然后这段对话都完成了。然后 Alan 呢是 Alan 组织的游戏当中，我要重复他说过的话六次。你说他像个复读机，哇塞，这么多你得有一张对吧？这么多你总有一张对吧？这么多牌你总有一张对吧？这么多牌你总有一张对，这么多牌绝对有张对，这么多牌肯定有张对，这么多牌，他是不是吃了复读机？月薪发现了，我他们他 talking about 对月薪发现了，月薪发现了，对，然后楚生跳舞了，对，就是教楚生跳一段女团舞。哦，原来不是我，是声东，我这声东击西，你是以拉我，然后来，是不是啊？说你跟我跳一下女团舞，很简单，来，他要带我跳女团舞，来吧，来楚生一起，听浩明哥的，来女团舞，二一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对，耶。太棒了，我能不能带哥几个送你一句话，既然你完成的这么厉害啊，有厨艺有演技，心服口服没脾气。然后
然后告诉你们这个天使任务它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啊？因为你们在上一期每个人都许了自己的小心愿，所以我完成了这个天使任务之后，你们每一个小心愿都会实现。包括门口那辆车，我写的是门口有辆车，我说的是拥有这个房子的房本，我说是所有必须大家单人家从下次开始啊，咱俩是一样是不是、啊、你再想多一个吧、亏了是吧，亏了我说的是每顿饭都要螺丝辣椒、不中用的东西我现在改一下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，谢谢谢谢阿明，那就是浩明真的是帮我们完成了这个心愿，谢谢浩明哇，可以吧，好，张也没来啊，他的愿望 pass 掉。咱们兄弟嘛，就是不需要说我们来的就感觉是录个节目或怎么样的，就是反正就待着一起，然后哎一起做饭啊，唱唱歌啊，对吧？你看，咱先看一下咱们的服装、好不好？没有任何的嘉宾来是像我们这样一起的，这样子，因为你是我们就是自己人嘛。老杨哪有这些配置啊？哎呀，欺负人了！可以。好，圆满的 ending 了。OK， 全世界晚安。完了。晚安。哎呀，我看到了小提琴。哎，真的有小提琴。是这样的，我们不能够先摆在这儿，我们先放在后面。我们一会儿上小提琴。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？我们想要什么就有什么，上小提琴，这音都不准的吧？这件事情你再细品，我们都很走心。你可以拉小提琴，把你做成基金。Q 的巧不巧妙？天明啊，你在那个07年的时候拉的是什么歌来着？想你的365天啊，想听。有请04号选手于浩明带来《想你的365天》。血耻的机会是，我们是不是吃完饭之后等的就是这个？对，我们在等待什么？等了好久，终于等到今天；等了好久，终于把梦实现。真的哇、啊，该就已经远走的梦，就让它远走吧。